Plu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安丹，你会把我拍得很胖？会，他会哦。你会不会？他专门把别人拍胖了哦。那我们要近一点好了。对啊，拍半身就好了，你不要拍全身，你拍全身很可怕。对。你说是人的问题吧？ 我跟你讲，他上次把我拍胖，我今天故意穿这样。有故意穿比较对我这一块穿比较窄一点，不然他妈的被他拍成那样，出去又没办法混了。好了、嗯，老板娘说没有真实感的要来交车了。对啊，想说哎、欸，等一下就可以牵走了、喔啊。不然钱都付了，因为就觉得很久啊，我已经忘记有这台车了。钱已经压在那边一年了、欸。而且重点是阿呆还在，一年了阿呆还在。哎、欸，对哦，蛮会撑的嘛，小子。好了，走了，进去交车啦。要补什么？重点是老婆竟然还是我。哎、欸，对哦，老婆也没换嘞。对呀、啊，我老公竟然还是他。哎、欸，没办法，就这样。怎样？是你哀还是我哀？是你想换，比较想换，还是我比较想换？你讲清楚。两个都想换。你好，今天要来交新车。对，找那个曹伟。找曹伟，好，谢谢。嗨，欢迎欢迎。哇，还有花哎。交车，等一下。什么？来来来来来。怎样？你看一下车牌。0602汪汪哎。嘿嘿。是汪汪。为什么是汪汪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阿呆知道吗？你不知道0602是什么？是我好朋友大雄生日。啊，我要选什么牌？我不知道选什么牌。然后0602好，这个牌非常具有意义。哎、欸，这边脏脏的。马上撩嘞！我好快哦。没有，那是一只虫啦。啊，一只虫哦。一个小蚊子啊，看一下车吧。我看一下。我上次还看过了，你还没看过。嗯。摸起来，嗯，很滑顺。就你还记得我们买的是这台车吗？忘记了。你看钥匙在这边，它自己就翘起来了。哎、欸，真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可以拨，打开。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哇、哦，比较好拨哎，不错哦。咦、欸，很有质感哎，不错。闻到新车的味道吗？有，是新车味。然后后座，就是你跟阿呆一直在那边该该叫。我们叫什么？说选三个位置啊。本来没有吗？本来它中间是不能坐人的、啊。哦，那三个位置很棒啊。没有坐人的、啊。可以载货。哦，雷射雕刻的、哦，哇，这么高级！你的名字哎、啊，超高级的呢吼，还有花呢。对啊，这家很贵呢、嗯。真的吗 ？Yeah。99X电动车的这个两组乐高。哇，还有乐高哎。IC Berlin 的眼镜。哦，这一组眼镜要给您的。而且它这好特别，为什么是一个螺丝？它就是用动转的。没有，像螺丝一样。哇，很轻哎，哦，很轻薄。我比较想要无条物的眼镜。五条物是什么？阿丹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仔仔才知道的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放进来。手指头的。快充站的充电卡。好，行。充电卡。然后这个是第二只钥匙。好，第二只钥匙。这个就是它大概是这样，一个推一个拉比较好拉。哦，它其实卡死了。对对对，一个备份钥匙。不要在完全车没有电的时候要拉车门手把，它的装孔在下面，还是有钥匙孔。我们现在应该都会长期开了，应该不一定，不太一定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停车位不太适合、啊，其实不太一定。嗯，电动车如果不常开的话，它的换气方式跟汽油车引擎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我们正常如果电瓶没有电的时候，对，我们打开车门的方式。比较容易，对。可是保时捷的电动车或者是保时捷的车系，其实它没有那么简单。对，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示范。好，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，它其实会平的，所以我们可能要拉开，硬拉开。哦、那钥匙孔在这里，哦，去插。所以我们刚刚的钥匙柄要插入之后，对。那因为它的这个旋角很小，所以其实不好转动。对，所以如果有的话，可能可以用夹子比较好。哦，我知道，反正就是一样，把它弄开锁。打开之后，对。但是因为我们的电瓶的接电在前箱盖，所以你们需要把它做接电的动作。对。那正常的，我们这边有正极要接这边，负极要接打体。所以正极在这里哦。对，正极在下方，就是要、应该是说我要先接一个紧急电源，把前车厢打开。哦，要先打开。对，所以你要先夹电瓶或者是电霸之类的。哦，因为它是电控的。对，电控。好，我懂。所以它可能会有点点火花。火花。对，然后前箱盖就会弹开来。哦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前箱盖做就电的动作，你才看得到真正要接电的地方。正极的接点，正这样。它其实要拆呀、啊。这个盖子要拔起来哦，要拔起来。对，这个盖子要拔起来，它有几个扣子哦，
好，我不想拔。其实不好拔。对，它还蛮紧的。拔不好，里面有两颗纽扣，可能会断掉。对，所以在拆拔的时候有，我知道这一片，它 A 柱这边有一个刺盖。有个活动的，对对对。对。它现在有片。它在那个萤幕里面。对，萤幕上面有。跟特斯拉一样。所以我们到前车厢打开，其实大概已经解决到一半。一半的，对。然后再来到这边就是两个。然后拔起来哦，所以电动车的正极在这里哦，在那边对，然后负极就贴这个那个头是不是，对对对，那个头哦，然后正极就特别把它套起来这样哦，所以这就是节点，然后剩下就跟一般车的一样，就把它启动起来，对 对。可是它启动以后它还是没电，对不对？它就要去跑了，要跟汽油车也其实要跑。我们讲的是说在大电池有电的情况之下，对，我们是小电瓶整个 shutdown。对，我一直以为他们会互相救援。没有，其实，在真正使用上，很不常使用的车子会这个下停。哦，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状况，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会帮他充电的，对对，原来他是不理他。对。阿达，你看他后门那个整个超厚，他为了做他那个轮毂的折线，有没有？这边做对，这边做的超级胖的，那主要是要因应这一块嘛，所以他把那个整个厚度都做出来。所以他这一块只是造型而已嘛，里面没有东西。对啊，这是造型啊，啊好空虚哦，等了一年就这样了。阿呆，怎么办？啊，那吃个冰淇淋好了。吃个冰淇淋。里面还有。好，里面还有东西哦，蛮多东西。好好好好好，有啦，人家说里面还有蛮多东西的啦。我想说这样就交好了，靠腰。这里的话，新世代的仪表台左手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电门，就是像电源开关这样。那因为我们有选配免钥匙功能，其实您刚刚除了它有欢迎的手把之外，上车之后其实不需要再做按开关的动作了，门合上，其实这个萤幕自己唤起，它就发动了。对，这就是有点像 Welcome 真正整个欢迎的功能。对，那再来一次返回键，可以来调到跑这计时套件。对，那一样在你每个计时套件的需要做调整的时候，一样透过这个滚轮可以做按压的动作，它就可以开始做计时套件的动作。嗯、所以我们刚刚从时钟，它现在变成计时器了，如果我们都不理会它，它其实就会再变成现在的时间这样。变时钟。那其实驾驶模式跟右下角这个 Drive Mode 其实跟计时套件它就是连在一起的。其实可以透过这边也可以直接做。这边转掉了。或 Sport Plus 跟个人化设定。对。所以其实你转动它的气压悬吊就一直做改变啊。最远的话就是一个 range 模式，它就所谓增程模式啊，里面的位置也能够取得最长的续航里程量。资讯呢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充电的电瓶的电量，然后电池的温度，还有小电瓶的电压。那辅助功能的话，标准的设定 ACC 的栏位在左下角，对，因为每个品牌其实也位置都不太一样。那保险在左下角，那就是如果你踩油门踩到100，把这个臂杆往外面推，其实它就会定速定好了。然后再来就是车辆，然后包括像底盘高度的抬升，抬升基本上因为它本来会在中，如果你按抬升的话，它通常它会问你说是否要记忆你现在要抬升的这个位置。还有一个自动记忆的功能，如果你把它 save 的话，下次你经过这个地方，缓速经过，它就会自己抬升，你就不用再自己一直按。好复杂，这是所谓的智慧抬升的功能，这样。对，有点复杂。然后惯性行驶，这个基本上因为原厂设定是关闭的，它就是让你开起来跟一般的油车它的顺畅度是一样的，所以它不会有那么明显的点头的功能。所以如果你把惯性行驶把它做开启。它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油门松开，它就会有蛮明显的动能回收的动作。如果以 Tesla 的车主来说，大部分都是以开启，因为他们非常习惯单脚油门，对单脚油门的那种顿挫感这样。人界空调面板其实比较大的项目其实在这个位置。那这边的话，主要就是控制我们各个手拉的角度，然后跟风量的调整这样。但是这个也是可以调的，这个没有没有哦，这个是固定的，固定的，哦、这是好看的而已。靠，这是固定的。然后电池本人的话，它是提供8年16万公里的保护，8年16万。好，那其他的全车才是提供4年不限里程的保护，4年不限里程。好，对，就是车身跟电池的保护是分开的。嗯，排档方式的话，就是这边要习惯一下，就保捷第一次坐在这里，后来的凯宴也放在这里，就是摸档之后要习惯了，要习惯。然后 P 档就用按的。按的时候手刹车就亮了，所以它没有手刹车的单独的按钮。那按进 P 档之后，它手刹车就自己会拉了。好，跟我们的这个 logo 前方，所以就是滑动它就打开。它这个有钥匙的话，你手只要刷这里。哦，对，保杆的前方这样子。哇！就开了。可是它这个里面还有个勾，一样有个勾勾，对对对。那如果我没有钥匙怎么办？没有钥匙就不行，就不行。对，这样啊。哦，有了，一只手扳一只手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对对对，这样，对，
两侧一边是十字起子，一边是拖车钩、哦，工具组，工具拖车钩。好，我只很想拆开来看。你要拿出来打人吗？但是就是里面有一个警示牌，三角架，三角架。好好好，原来长这样，好，我满足了。我只想看里面怎么。那都卡得很好，哪都够自己的家。哦，脚踢尾门啊！而且我们在车台后面有升降嘛？这里，对，就是一拳以后就可以，一拳以后就可以，一拳以后，会了吗？嗯，放好之后可以选择再踢一次，再踢一次，直接用按。通常在空手之后应该会用按的啦。哎、欸，你这踢车子，手伸进去，不好意思啊，太暴力了吧？他不理我呢。伸进去再出来，伸进去再出来，一前一后的。哦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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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不听话的话他就完蛋了。应该没有这样吧？太贼了。没有了，我在看他松不松了。那就剩下那个充电。对，快充。我们要去学充电。不是这样。好，有点怂。你要不要拿着花？不要。拿着花不好吗？感觉不知道在干嘛。阿丹，你要放我们拍？他这一拍可以吗？哦、好了，相信他。啊、要检查一下。对。用广角不是会比较胖吗？其实就是，基本上按键上就是会显示按压。对。按压之后，看你是扫定 QR code 刷卡。或者是刷卡、哦、刷卡，对，刷卡或者扫 QR code 都可以。那 OK 之后，他就问你说开始充电，开始充电之后就会做拔枪的动作。嗯，快充只有那边那一侧，所以就拿了枪之后，可能就要往后走。对，对，滑一下，那就顺势先打开盖子，然后再做、哦、对插枪的动作，这样。对，这样子他就会做开始连线。充电的动作哦，充电一开始他在做沟通的时候会有几种灯号，一般来讲会有白色哦，所以它不是按钮，它是退枪的按钮哦。他一开始刚插进去，它是显示白色在闪烁的动作，等于是他在跟充电枪在做沟通连接，需要充多大的充电的速度。那充完之后，它就显示就绿灯，绿灯，它可能就不会再做充电了。对，其实充饱之后，它的绿色是不会动的。好啊，反正那个要拔枪的话，拔枪前要按一下，哦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然后它会显示。它就绿灯会显示白灯，白灯会在做拔枪的动作，不然提早拔一下，它也拔不了。关起来，然后再做刷下。死不关呢、欸、哈、哦。有点担心的。好，这样搞定了。快充流程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店里也有啦，我们应该很少会来这边充，不然就下次来不懂我再问他。搞定了呢、欸，直接带到外面来。意思就是回不了头了，吹不了冷气，送客了。那、啊、这个一年的时间哈，哎、欸，不是很少有买一台车，有没有要跟业务认识一年以上才交车，蛮特别的，好像有点熟，又好像没有很熟。对，好啦，那这个很谢谢曹伟这段时间哈，也一直被我们在那边撸小。我跟你讲啦，别人应该撸的更多啦，我相信我已经算很少撸了。是是是。那这个有机会对保时捷有兴趣，也可以来找曹伟。那这个我们就接下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了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。拜拜拜拜。哦，他这方法好细哦。你说很细是功能很细，还是摸起来很细？摸起来很细。那我刚刚摸起来很细。对啊，你看老板娘说了吧，可见我平常不是在胡乱。这个真的细，我没有摸过粗的啦，要下次摸一下粗的。你说方向盘吗？对，我当然说方向盘，不然呢？Drive Mode 我调一下好了，我们把它调到 Sports。哎，有跑车音效吗？有啊，有的声音啊。我没有听到哎、欸。有啊，有跑车音效吗？有啊，就这个声音。这个，像捷运那个，嗯，那叫跑车。对啊。跑车音效不是轰隆隆隆？没有。引擎发动不是哦。现在是关的，你是这样才是开啦，这个才是啊，有没有？这很像是国那个演习的声音。
有点像，前面可以一直看到它那个轮毂的那个胖胖的那个肌肉，在哪？就前面的那个轮毂啊，引擎盖的轮毂。哦。你看到左右有两块像肌肉一样碰起来。对啊。然后我的后照镜也一直看到屁股两边的那个腿大腿的肌肉。对啊，你很喜欢这种密大腿。是吗？不是，是车子这样比较有线条感、肌肉感。你喜欢密大腿？我又喜欢密大腿，你是密大腿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在讲什么？好空虚哦，老板娘那句很空虚。我觉得你吃到冰淇淋有点空虚。哎，好，怎么办？好空虚哦，要如何消弭这个空虚感？老板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我觉得很开心哎。我都没有看到你有开心的表感觉。开心的点就是新车耶。我刚听你讲这三个字，没有开心的语调哎。好啦，之后开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带大家去保时捷贵宾室嘛。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，其实我们是为了观众朋友啦，有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没有进去过贵宾室，我也没去过。下次你就穿拖鞋去贵宾室。好，槟榔城去贵宾室的。对，槟榔城去贵宾室。一句话。好，收播。Ultra Dash S 三，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今天第二台新车，对哦，我今天这样算两台新车嘞哈。我们先看一下外表，对，我们先不要去摸好了。我可以闲吗？我好想闲。可以闲哦。如果认真讲起来，我觉得，你之前我去我们有去保养过，你记得吗？嗯。对吧？我觉得他的这个眼睛，我个人就觉得不好看。对，我很想闲他的眼。哦，你都给我闲。其实他的眼睛为什么不好看？因为他已经这么大了一天了，没有？还一个眯眯眼，你又觉得是不是很奇怪？对啊。你怎么了？拉萨出去了。用感应的、啊。好假塞，我哈无提手机，我就是。啊，你开哈侪钱买你喏？现在算大吗？没有很大，可是还是可以放一些东西。旧的那个还比较大一点。再來就是这侧灯，它是五伏式的2255/19。假高。可是它这个看起来很肥哎。好，钥匙给我，钥匙。我会了，反正不管怎样都是这样回回的，对吧？我们的手势都好猥亵。Yes， 前后配。对啊，后面是2754/19。可是看不太出来。哎，这个是挖工吗？可是它的挖工比较小碗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它是斜背，所以视觉上会压缩了一些空间掉。等一下哦。啊，有啦，我都踢到铁牌了，下来。哎，没有啊，穿新鞋不准。哎，没用啊，到底要踢到哪里啊？耶耶，哦耶，又完了呀！我靠，哎，要跳舞，好要跳舞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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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要等等他。好，原来是这样，好，来，阿拉话筒，加了，那是豆饼炉哦。每次都被我挡住，刚刚那台也是挡住了。我刚看这边，它打挡在这里耶。不是这个哦。对啊，这不是档位吗？这样发动了吗？没有啊。发动。啊，很重哎，转不动啊，还在入档。哦。它带住的时候不能转哎，我打 P 档 ，P 档就没了，没动力。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手动的，为什么不给选？还是晶片不足？对啊，晶片不足。我在想嘛哦，不能选了，你要进来坐。可以吗？可以啦，这个身份可以进去。可以啦，解放麦嘛。其实我也看不太懂，这个这样吹，这个会不会太冷啊？我刚是调这个温度是这样调而已，应该是还。厉害的是它这个框哦，它是不能动的。它这个不能动。对啊，然后它是从这边调，不用拉的。哦，这几边吹过。真的，风都吹过了。哦，是安尼哦，这神奇哦。哦，吹了几个凉嘞。我发现伊即马吼打 P 档是弹都都袂行，伊无多准。伊收掉诶，阿弟啊入档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唔知道，我从奇怪，我他以为没有发动，我塞下到前后啦。我。哎，靠边。卡截掉，还想要等着我家己的车。
他现在看到雨刷波感就波了，都在打挡。对，我在打挡。好嘞，我要起吧。好，看完了，它算很简单了，可是就是要需要去摸索一下而已。怎么算？你看它也有哎。现在车都有。小西北也有啊，你知道这个是怎么用的吗？这样。你们知道吗？这证件用途我到时候贴给你，它是这样。假设你今天换了一下人，你按喇叭嘛，啊你比啥小，你比啥小，结果给我救出来，脚被拖出去，你拿车啊，救命啊，飘啊！这是保护自己用的。哦，了解哈，辛苦一半你，我靠，一半你还带着只救生机啊，那保护我呢？也是，有点。我怎么了？我觉得是人的问题。啊？什么？我怎么了？好，我再帮你拍一张。我看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。哇，你快粘地板了嘞！啊，阿丹，你可能要这样的话，他可能会比较瘦一点。他在拍的角度。好了，我没救了。好，我拍一张。哎，好。洗张照片。好啊。哈哈，没有看不到，所以压力很大。可以吧？啊，那我都可以。嗯，差不多。好。好，没关系。对，男生拍照。你们要站在一起吗？对，我们站在一起。那你要不要站后面？他站前面。我站前面一点，这样你会看起来比较好。心机这么重，人家就瘦又没关系。来，然后我也站侧面一点。不然你再拍一张，然后你要这样侧面。侧面。对，你侧面一点看看。啊，太侧了。哦，好吧。好，怎样啦？哦，这样会比较瘦吗？我又变越来越高了。我直接修图，靠药。Ye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